恭喜我的两位好朋友赵吉还有杰尔迪又新的作品了，就是 Best Friend Forever。讲到 Best Friend Forever 呢，我觉得我跟黄磊翔就是像兄弟那么的好，对，像我们的感情会越来越好。